唐诗咏日前就预告七月会送神秘礼物俾过咗身嘅妈妈，引起网民嘅热烈讨论。仲估诗咏会公布同契哥马国明嘅恋情兼闪婚啦。有咪同好多同学一齐做嘅，咁我其中一个功课就系送俾妈妈咯。系啊，其实我都讲得好清晰啦。首先，咁有人问我系唔系结婚，我已经话唔系啦，已经话唔系。咁但系都会继续传，咁我就觉得好啊，觉得啊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即系我都讲咗啦，大家都好似唔理我咁样，咁所以系有啲觉得系好奇怪咯。唔系我搞到佢啊吓，你哋唔好再搞佢啦，我打你哋噶，系啦，即系因为我觉得都唔好啦，同埋可能嗰啲人实在太想成日都去将我哋摆埋一齐，咁我觉得要适可而止嘅，系啦，要适可而止。